喂？早上7点，由李文杰报道新闻。寻日由政党发起嘅落实真普选政歌大游行，大会表示有5万人参与集会。而喺游行队伍将到达政府总部嘅时候，有一名示威者冲上对出嘅行人天桥顶部，拉横咗示威。就系呢啲咁害群之马，个个都话想做黄之锋，自己嘅前途都未搞得掂，佢凭咩去集会啊？其实你都无谓为呢啲咁嘅学生嘥时间啦。但系呢个原则问题啊！